那个，你们组织有多少人？警察同志，这人都被你们抓完了，你自己数数不就得了？你们的传销都有哪些种方式？传销还有什么方式？不就那些吗？自己上网查查就知道了。那个，你们具体是怎么发展下线的？你要是不懂啊，你就自己上网查去。那个，那。